喂，抱歉，弄了有点久，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断。1025 fighter HUAHUATSUANJELA 1028 Wendy 1227 26S 707618 接近 mouse Win 还有 A QAZQWE 57 HUA 什么什么，然后。VIOLET 0917，还有，应该没有都没，应该没有没念到了吧？总之大家安。事隔了2个礼拜的 Y 哥，我们又回来了。四天妈为什么发飙？因为我回来就想要先开电脑，没吃饭。好了，是时候找歪哥了。开车找歪哥。对了，先检查一下那有没有跳出来。又是你。真是好远呢，光是移动就花了整整一天。这里感觉像是废弃的学校，就算没有人，就算有花，也应该在里面。进去看看吧。好啊，觉得这附近。哦，我的车哎，为什么我不能出去？I miss my car. Julie 什么 Stone 法科大学遗迹预定拆除，禁止进入。这学校是我拿的传单上的吗？说不定他就在这里。哦。好像是男厕，好像是女厕，什么好像不是不好像啊，本来就是啊，什么也没有。修缮笔记，地下仓库东侧书柜里，墙壁有很深的皲裂，有修缮的必要。哎呀，那个外面还有风声，哎，好可怕哦！教学名册，刑法学约翰慈济。民法学安德鲁·罗宾森、辛蒂·彼得森、法兰兹·摩尔，这里反而没有什么东西之类的。觉得这种地方就会突然跑出人体模型什么之类的东西。哦，亮亮，熟悉，影印机，参考书，预计玩到几点？10点半吧。我买饮料。
有人呢。铁锤和拔钉器，按错了，再一次，拔钉器和铁锤，宇智波大帅哥，为什么我可以爬到桌子上面去？垃圾快满出来了，赶快拿去丢啊！冰箱哎。没有，刚刚明明看到人啊，跑去哪了？该不会躲在桌子底下？没有。自动贩卖机不会动，自动贩卖机，消防栓，哎，这是对，这是什么教室？看一下，电脑教室，接待室，哎，上楼好了。影集输入密码之后才可以打开。米歇尔的论文被登在学术期刊上面的，我真的非常开心。他是我们班上有史以来最出色的高材生。更让我惊讶的是，我跟他生日同一天，用生日作为贵重物品的密码。也许不要这样子比较好。所以生日是什么？用密码锁锁上。安德鲁·罗宾森哦，那应该就是用我们的生日。约翰·慈济，慈济约翰，放着一本手账。诞生法律之父，找到答案，找到答案。约翰·慈济的钥匙，可是问题是我这一间就是约翰·慈济的钥匙啊，有什么用吗？通通都要密码，你要密码，我要密码。嗨，有。没有电源，有本书哎，法学用数学的见解看也是必要，只能用由无一零 on off 简单记号就能表示各式样的数字。艺术层面，这是什么？每个都跟我说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有一本日记，保险箱密码的纸条搞丢了，就是因为这样进不去电脑教室，弄得校长也发火，糟透了。在资料室写研讨会原稿的时候，确实还在的，就那样夹在书里面，也就放回去也说不定。快点去找啊！像安德鲁教授那样把自己的讲师编号作为密码，就不会忘记吧？明明说过很危险，不要像我这样随便输入几个数字，真是一件困难的事。安德鲁教授他是用他自己的教师编号，那你的教师编号是什么？C
口饭。地下室这种地方最可怕，很坚固，打不开。话说回来，刚刚那是歪哥吗？内底啥物拢无？总觉得一定会有人躲在那个后面 gank 我之类的，好可怕哦。拿到钥匙了，有人要 gank 我吗？安安，嗨，接待室好像在那边嘛。先记录一下，电脑教室、接待室。这是什么？铁丝艺术品吗？雷伊土温是讲师做的吗？101011111是这个意思吗？是某种密码什么之类的吗？总觉得这种时候等一下出去歪哥就会来了。那叫什么雷克土温吗？资料，资料室。佛莱迪·路易斯·麦奎尔，雷伊·土温，好，on off 有无10简单数字。
2515，想太多了。呵呵，资料室的钥匙。Gotcha 呀！啊，走吧，我们去撞歪哥。哦，哦，巴德，哦，我还以为我撞到，真的撞到歪哥了。问谁啊？你是谁？你在这学校里面做什么？这红发的家伙是谁啊？为什么？你才是谁？在这学校里面做什么？可疑的家伙！什么可疑的家伙？我只是来找人。你到底是谁？到突然把我推下来，报上你的名字，不说的话，我就要叫警察来抓你了。来抓我啊？不是说禁止进入，你也跑进来了，不是？我叫大卫·胡佛，正在找一个人，他好像来过这里，才不是什么小偷。哼，谁知道？小偷也说自己不是小偷啊。不然给你看窝的驾照，比起这个，你到底是谁？叫人自报姓名，那你自己谁啊？我叫 D， 所以还有 B 和 A 咯。刚刚出之前有个 C， 现在还有 D，B 跟 A 呢？It's Latin your name. 谁要告诉你我的本名啊，北七？这小鬼，这也是大学吧？如果不是小偷就算了，我要随便逛，不用在意我。如果遇到外哥呢？拜啦。可恶，什么嘛！那家伙没跟我道歉，令人生气的家伙。等一下下去就看到他被歪哥干掉了，活该。他一定在那边埋伏很久了，你看他这一 gank 的多成功。错了。我刚才是拿到什么的钥匙？资料室。吼，众多书柜。有一句话叫“同属厌恶”。这就是讨厌自己思考方式或者同土处境的人，但是所谓的人是不可思议的生物，怀着好意与怀着正恶乍看之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无法切离的。口嫌体正直，你也许愿意和你同属的人也说不定，但实际上也像他亲近也说不定，绝对没有不可能的事。好像在暗示我说那个家伙很喜欢我的样子，所以他才想借机接近我。这是谁？乔治·威瑟。这是电梯吗？乔治威瑟，你会下来灌我吗？应该不会吧。爸爸说把钥匙夹在书里面，哪一本啊？没有啊。
为什么过不去？他的额头还蛮大的耶。Let's go, David Hoover。我们去找拔钉器。哦，不不，不是拔钉器，螺丝起子。不是这一个。也不是这一件。坚持要在身上带着铁锤，有大铁锤比较猛。会不会我拔到一半，他突然歪哥就从电梯里爬出来？1647。哦，我知道，还要超越那个。超越法学之父就是他，我要超越你，总有一天，超越你是我竞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这样，总有一天我要超越你，游戏，把另一个也带走吧。他说不会再用到了，好吧，那就拔钉器和铁锤。是这里啊，超越法学之父。哦，错了。记得那个在哪里？刚刚是多少？1647吗？Open， 授课四大楼 ，SOC， 哇，哇 ，Holy shit！ 幸好我没吃饭，不然就喷出来了。哦，外哥！外哥！垃圾桶砸歪哥，歪哥！好，不意外，不意外，不意外。我就知道不能用正常的方式打败歪哥。但是刚才每次我都一时想不到，又来了，啪！
啊，我知道了啦，我要用垃圾桶把歪哥的头盖起来。不行哎，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哦不，我的西瓜刀呢？不，麦哥，麦哥不，不。逃出去不行，歪哥不 ，no no， 怎么办呢？歪哥，歪哥，那哈哈哈哈。too bad， 怎么办？把教室锁起来有这么简单吗？怎么锁啊？我的钥匙还在吗？这是谁的房间？推过去不行，推过去不行，怎么办呢？一定有什么可以用的，在哪里？约翰慈济，这是约翰慈济的房间吗？可恶，我好像快抓狂了。D， 这怪物在的时候，非去提醒 D 才可以，赶快从这里逃走比较好。歪哥来喽，歪哥来了 ，D 快跑，有歪哥，不用担心我。
林北超猛，不怕外哥。授课大楼的钥匙，锁门呢？我还想说一定要把外哥挂掉之类的，没想到是个这么笼统的方法，太扯了。锁门呢？对付怪物锁门有用吗？太扯了，真的。哎，弟，你在冲啥回？各位同学以及教授，谢谢你们在这里，这对我来说是人生中最棒的日子，因为今天我们要从这所学校里朝了迈向大人的阶段，通过律师考试和没通过的人，当上司法书士、行政书士或脑书的人，非常承蒙这所学校的关照。虽然之后还有毕业之后还要用功念书，不过所有毕业生都有共通点，为我们的梦想干杯！好棒棒，嗯，你们是在看投影片还是干嘛的吗？第一，你怎么进来授课教室大楼的？门不是锁？对啊，哎，不是锁了吗？为什么你可以进来啊？我知道你进来才锁门，可恶，又是你害的。你忘了我是这里的毕业生吗？我多少也知道一些捷径啊，笨蛋。马西港，录音带吗？啊，我毕业的时候纪念派对已经是3年前的事了，尽管要被废校，却也没什么变，跟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的模样。因为一直念书，浑身都累，来喘口气、回忆的好地方，果然还是最好的。少啰嗦，我还没通过律师考试。在家里以考试为目标用功中，大家都是帅哥，怎么回事？这次是我第5次考试，同期优秀的家伙太多了，大部分就一次通过考试。当律师是我从小的时候的梦想，当律师就是跟人家嘴炮，然后嘴赢了就可以拿钱，大概吧。嗯，这已经第6次了，我不想再落后其他同学。这里很危险啊！什么危险？有点难解释。有个像怪物的东西，看见你就会攻击你哦。虽然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在晚上到废弃学校闲逛的怪大叔，你脑袋是不是有洞啊？说起来，有怪物这种时代，连小女娃都不相信的，你真是个白痴。那样把别人当白痴耍很高兴嘛？再多我才不是什么大叔呢。哼，还是不要跟我吵架比较好哦。我可是未来优秀的律师大人，你吵不赢我的。对啊，我吵得赢你，我的话我就不要玩外哥，我直接去当律师就赢了。随你便，我已经给你忠告了，之后怎样我可不管啊。当然随我便咯，这班是我母校，轮不笑到像你这样可疑的家伙来说。这次的家伙是个男的，应该没有像七七那么容易死吧？那保罗，我考上了。哎，真的假的？你去考上空军学校了吗？又开始那个了。哎，那是保罗哟。他跟那个轻轨的 Takeshi 长得还蛮像的嘛。真不愧是干净就有做到的男人啊，肖猛，哈哈，谢谢你。不过还是不能算是飞行员，之后还要考试合格。说什么呢？你肯定能当上的啊！到时候绝对要载我一程哦。我想坐一次飞机在市区上面飞呢。喂，我念的是不是科技机长啊，是空军呢。哎，不要在意那种小细节啦。总之恭喜你啦。那今天午餐我请客。那个时候我最后什么都没思考过，只是想去我想去的地方，D说不定也是那样的点感觉。
是谁？ Week top Week hot topic 是不能拿走吗？哦，生日是6月19号。你不要又从后面把我推下来哦。这地方确实充满希望，祝福年轻学子。不过我却没有收到那样的祝福，为什么我就是不行呢？选择了谁，放弃了我呢？我打从心底憎恨着毫无意义的那时候。你当上律师，哭哭。感觉在这里回避歪哥的可能性很大哎。歪哥一定又要来了，没有哎。记错了，授课室的钥匙好像全部的授课室都可以开。歪哥呢？快点啊，歪哥！相信那个小房间应该不会这么轻易就困住你，对吧，歪哥？歪哥，不要被那扇门打倒好吗？我只是关个门，你就被锁起来了。我知道我有不足的地方，即使如此，我也不愿承认。正朝着未来途径的朝气，并不让我这么做。我想要人拥有，有人提醒我，你是个拥有的人，什么意思？哦，哎，喂。不可能是防毒大神啊，我已经把防毒关掉了，不然防毒会一直想要把歪哥杀掉。
那个没出来啊。没有啊。那个应该没出来吧？每次那个什么工作程序一跳出来，我游戏就会宕掉。好，没事。麦哥，又来了？为什么有时候头会痛？我表的是歪哥，我就知道区区一扇门阻挡不了你的，歪哥。为什么要追着我跑？我死了。我还活着吗？怪物走掉了，他想杀了我，但是却离开了。可恶！脖子好酸，身体也很疲惫。昨天都没好好睡觉，得找个地方小睡一下才行。真的假的？我觉得睡一睡，歪哥就会冲上来睡我。为什么只能走路？哦，因为我很疲惫。啊，好累呀！哎，我被扣了80滴血，差一点就死呀！哦，睡一觉补30滴血，再睡一下好不好？我们赶快去找那只猪滴。总觉得我走路变慢了一点。
对啊，我应该把乖哥关起来才对，那他怎么从门跑出来？他有开门吗？没有啊。How can？ D 呢？还有什么东西呢？好像还有一个老师，他的那个号码是用他的教室编号。伊格麦奎尔，所以麦奎尔老师那边应该有他的编号，有那个仓库的钥匙。麦奎尔老师的桌子是哪一个呢？麦奎尔老师的名牌，哦，错了。觉得走路稍微变慢了。犯罪心理学。等一下。记得法兰兹摩尔老师好像说过，他把他的什么东西钥匙夹在书里面，所以资料是 again。学习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有了，跟我想的一样。9981。歪哥掐一次扣80滴血，再给歪哥掐一次我就要去了。
走吧，电脑教室，我们去玩电脑咯。哦，不对，楼上才对。144246，知道了，好东西。144246，罗宾森老师。哦。各位同学以及讲师们，非常谢谢你们集合在这里。今天我们正式毕业，从这所学校离巢。虽然前途多难，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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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笔记型电脑吗？明明没有电啊。此外，有一件事，即使身为代表，我无论如何也感到遗憾，无法帮上忙。有关大卫胡佛同学的事啊，他是位十分优秀、有着温和性格，不管同学或老师都喜欢那样的人。任何人都期望身为我校毕业生，他也能在典礼光荣站在这里活跃着。不过，却那样把我们的期望打碎了。无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在温柔的表情底下，一直都在欺骗我们同学和老师。怎么了？重新问问大家吧，他应该被原谅吗？他可以宽恕背叛朋友和老师之罪下获得赦免吗？就是那样，他应该永远承受为了能实现梦想而犯得的罪恶。怎么回事？别说了，你是个连年少梦想都不被实现的垃圾，没有活着价值的人，快去死吧，胆小鬼！干嘛？到底怎么回事？欸，我动不了嘞。他是真的只能这样等他一直笑吗？没当掉啊！你看那个，是真的笑这么久哦。哎。
哎、欸，这到底在干嘛？哎哎哎！哦，有了！我才不是胆小鬼，我只是胆小鬼。哦吼！干嘛、啊？我听见喊叫声是你妈，真是吓死我了！哎、欸，你在吵什么？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也没有，吵到你，抱歉，真是别在意。哎、欸，你没事吧？脸色铁青哦，只是有点累罢了。很远的地方过来，又没好好的睡一觉。我没有跟你吵架的力气，不用管我。给你，帅哥云集，啊？虽然我小喝了一口，这是银凉饮料，拿去喝吧。干嘛突然不用了？不必管我，没关系。给我喝，快点！好啊，给你喝。你一副很需要食物的脸，拜托，别人的热情应该感激的接受，好不好？谢谢。可怎么这么突然？明明之前说我是可疑的家伙，因为你看起来一副就要死掉的脸。再说我多少有点正义感，毕竟志源是律师嘛。再说这也是缘分，我不再叫你可疑家伙，打起精神来吧。当上律师后，我可以接受你的委托哦。哈哈，性子相当急躁，不管怎么样，我就感激的收下咯。话说回来，你有看到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人吗？男人？不，没看见。那是你要找的家伙吗？虽然不知道长得怎么样，但是看见他的话可以告诉我吗？好啊，不过我想他应该不会在这样的废墟里。啊，也可以帮我一把嘛。三楼有照顾我的安德鲁老师的房间哦，有密码锁住进不去。安德鲁老师会为了我做课堂笔记，说不定他还留在那里。如果你打开门了，可以告诉我吗？啊，我知道了，干单啦，我知道密码。我还要在这附近晃晃，你情况看起来很糟，不要太勉强自己哦。也是，遇到怪物的话，不管怎样就逃。又是那件事，知道啦。我有带防身的刀子，不要紧。拜啦。我只怕你在防身的时候捅错我。什么嘛，比想象中还要好的家伙，不是吗？获得营养饮料。营养饮料。好喝。耶、yeah, 我回了30滴血。144246。好。哎、欸，等一下，那这样子，他刚刚好给我又补30滴，那不就代表刚好可以再给外哥掐一次？可是掐了就死了。哇，我还是存个分歧点好了，搞不好影响到我能不能救到D，也说不定。Open， 开了。期末早试总算结束啦，各位同学都有应该有的成绩，当然可以松一口气。当然，本班的瓶颈好像是低。明明都那样教他了，连基础的东西都不理解，扯其他同学后腿根本就是我们班上的包袱。其实那样他本人还是自信满满的想当律师。他绰号好像是 D， 好像是从 Dreamer 来的，说起来好像是在揶揄他，歪抱着根本不会实现的梦想吧。要我来说的话，我看他是万年成绩低的低，被他这样仰慕我也很讨厌，还必须装作一副很热心的样子，放学后还要总是祈求我来教他，他不要进我的班级那就太好了，我只希望他早点放弃梦想，找其他条路走。好可恶啊，这是有关D的事，讲这样子的学生好过分啊。不过D真的是那么糟糕的学生也说不定。D看到这个一定会十分震惊吧，他曾经说过很尊敬那位老师，还这么努力。把这一页撕下来，如果D进到研究室看见这个就糟糕了。
等一下出去应该就会遭遇歪哥了。没有哎、欸。歪哥。D 呢？D 大大，你在哪里？只能去歪哥那一楼了。嗯，歪哥呢？我们的大卫还是一直以为怪物躲在那里面。嗯？哎，门没有锁。哦，怎么了？头好痛，好不舒服。这么说来，呼吸好像的确很痛苦。到底怎么了？是瓦斯，哎，从地面露出来了。糟糕，不赶快从这里离开的话，弟，你稍微站起来一下，我扶你出去。哦，歪哥。
哇，哥刚刚看起来好高兴哦，你有没有看到他看到我的时候手动得好快啊？哇，哥刚刚看到我的时候，真的看起来好高兴的样子。哦，所以说，不赶快从这里离开的话。发钉器。沿路走，沿路咳。OP，敲门，总算逃出来了。喂，滴，你没事吧？总之先去保健室，再稍微撑着点。滴，你不去医院真的不要紧吗？要是中毒的话怎么办？呵呵，没事，我头痛和不舒服都好很多了。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我就死定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所学校地下是自来水公司的储藏库，我之前听说了瓦斯会漏出来的事情，只不过现在才想起来。只是因为我毕业之后不知道太多细节，像好像是跟业者发生争执，学校决定要迁移，这里的校舍会被废除，是这样吗？这样的话，既然知道这么危险的地方，就不要过来啊！少啰嗦，我忘记了嘛。话说回来，我本来是要让自己恢复精神，却发生这种事。果然在家乖乖念书比较好，偶尔散散心很好。只是废墟探险就算了，好吗？话说回来，你很了不起呢，都毕业3年了，还一直在用功念书。从小到大的梦想，当上律师，一定要成为律师。
位置从开始就一直用功，一直现在也是，我没有退路，绝对会做到，好棒棒，是吗？话说回来，你好强哦，这样抱着我还可以从电梯里面爬上去，外表看不出来，你有练过啊？啊，因为我读空军，真的假的？好厉害，果然人不可貌相是真的。比起这个，你已经要回去了吧？这学校有太多危险的事情，如果你还说要留下来，我可不会照顾你哦。我知道啦，各式各样的怀念来恢复精神就好了，再稍微休息就要回去喽。那就这样，该这样子，我该走了。我别进来了，真恶心！借我睡一点嘛，好不好？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功能。哎、欸，等一下，干嘛？你掉了纸，看。哎、欸，这不是安德鲁老师的字吗？你为什么会拿到这种东西？哎、欸，等等，别看。哎、欸，为什么老师会？这是出自真心的吧？哇，好难过。为我加油，一定会当上律师。都说了这样的话，弟，冷静一点，你，哦，弟，别跑。我有一个直觉，他一定跑去礼堂了，我就知道。我也知道自己大概没有才能，但是为什么非得要说？哎，大卫的脸不，那个D的脸不见了。我很尊敬安德鲁老师，因为他总是支持我。我的确脑袋不好，在学校被当成笨蛋，连考试都被当掉五次的废物。即使那样子，我也怀抱着自由的梦想和自由吧。我一直想要成为律师，直到现在每天都拼命的用功念书。为什么要说到那种地步？我做的全都白费了吗？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了。第一，希望你不要放弃，你的梦想是别人把你当笨蛋后说放弃就当放弃的东西吗？你不能放弃，你不是要成为律师吗？那么就算别人嘲笑你，你也不能放弃，你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我学生时也不顾一代追，不顾一切追逐梦想，我会为你的梦想加油，所以希望你不要继续，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加油好吗？还有你的脸为什么不见了？你说努力，跟我第一次见面的你懂什么？不然你不说我也拼死拼命的努力着，到现在还是不行。我更努力的事情不行，大概是我最清楚的吧。干嘛？够了，不过多我几岁就在那边同情我。什么叫努力？不要命令我。第一，冷静下来。啊！我现在冷静的要死，混蛋，好像知道别人的事一样，擅自说个不停。不用在意我，你根本不可能了解我的心情，别再管我了。他要走了，哎、欸，他拿刀捅我。D，
我的心情你永远不会明白。这样你就要拿刀捅我吗？为什么这样就要拿刀捅我？哎，哎，这歪哥来了。你是别过来这里。什么？That is not me. It's you. 他在讲英文呢。It's Gary. Bad end too. Never give up.啥回？为什么歪哥一直挡？哎，歪哥一直出问题哎！真心啊，算了啦，反正我还可以再开一次。你关我一次歪哥，我还可以再开千千万万次的歪哥。刚刚歪哥他突然走到我耳边对我说：“杀了我的不是，杀了他的不是我，是你，大卫，是你杀他的。”歪哥对我留下了这一串意义深远的话，或是意义不明。没事啊，为什么这样？他那个声音真的小得好厉害，那我觉得真的要玩游戏的时候戴着耳机才能听得到歪哥在你耳边低语的声音。你看，当空军有什么用？身体多强壮，还不是被刀捅一刀就死了。歪哥都掐不死我，他竟然拿刀一刀就捅死我。你的脑袋本来就不好。你说什么？看着你，我有种焦躁的感觉，是因为想起从前的自己吗？醒醒吧，只有理想论是无法说尽的事，这世上何其多啊！开什么玩笑，我的确是个笨蛋，但我都很用功啊。
每个人都有不足的缺陷的东西，只是你头脑不好罢了。混蛋，你这混蛋了解我什么？而我就是眼睛。哎，我从小飞行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要成为试飞员，拼命用功锻炼，然后考上空军学校。而我是色盲，很奇怪吧？只是有个颜色不能分辨而已，就剥夺我在空中飞的资格。现在回去想，那也是当然的。不过我在学生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所以我在眼科检查上面动了手脚，入学了。若无其事的过了三年，不断努力努力，变成大家口中的优等生。但是露馅了，偏偏在飞行员考试的当天。那天开始，我从优等生沦落到不断欺骗周围的人的背叛者，自主退学，然后现在是个小公司里的上班族。你继续吧，律师作为目标我不介意，只不过我要说一句话，逼迫自己走上狭小的路是不好的事情。不痛苦吗？那不是从小的梦想？当然痛苦，直到现在也是，但是看到你之后我注意到了。虽然薪水少，不过我赚了自己的钱，交了女朋友，跟周末和亲友喝喝酒，倒也相当快乐。我一直不想承认挫败自己，但是我也不能不否定现在的自己，否定那个时候努力的自己。你满足现在的情况吗？我自己也没注意到，不过即使是生活方式是我选出来的一条路，所以我已经不后悔了。你呢？我不会放弃。因为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律师，是吗？再一次，再考一次就好。为什么？哦，为什么？这怎么可能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正感人，哎 ，What the fuck？ 啊，搞什么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哎 ，CC 都只有被我被强吻那一次断线而已。第一次练了什么东西啊？可以连续弄断我两次？哎 ，CC 都只能弄断我一次而已，他竟然这个死屁孩弄断了我两次，还三次，几次了？哦，算了，我等一下要在门口存档。
我在想，上次机机这样子会来个回马枪，强吻我一下，然后跑掉。我怕 D 也会做一样的事，会不会也把我弄断线？当然，回家吧，我送你回家，就是这一句。嗯，谢谢你。这家伙要让我送回家，哎，怎么了，歪哥？哦，歪哥，是什么？大卫？哎，为什么？你就直接躲在我背后？第一，快到外面学校外面去！我引开那家伙的注意的时候，你就逃走，知道吗？你说什么？一起逃走吧，那家伙太危险了。他不管几公里都会追到我，这怪物的目标是我，我必须做点什么。我知道了，无论做什么，你这怪物都不会死。哦，这次我有铁锤，这次我有铁管，又要再打一次。Battle time！哇，这次歪哥速度变快了。哎，被抓到了。哎，比较快哎。哎呦，这次歪哥好硬哦！这次歪哥好硬哦！可恶，大卫，你等我，我现在就去救你。激情满满，真男人友谊。哦，来了，哇！吓我一跳。大卫，你没事吧？那家伙干掉他了吗？啊，总算。不过我想，我也不能干掉他，他终究还会再跟过来。那什么意思？跟过来什么意思？我可能现在我从很远的城镇一直追着我，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没有结束。虽然不太明白，不过你等一下又要去哪里嘛？虽然那样想，但是没有安排。我要找的人也好像也不在这里，所以我也不知道去哪边，是吗？等我一下，我刚才捡到这个，不知道跟你有什么关系。写着住址的纸，你在哪里捡到的？地下仓库发现的，因为还挺新的，不是吗？我以为是你掉的，所以就捡起来了。后悔的场所，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地方吗？我不知道，离这里相当远哦，坐车去几乎要花一天的时间。我想去这个地方看看，那再见。等一下，对啊，我等一下不是要载你回家吗？你说你在找人，你到底在找谁？有个重要的家伙三更半夜开车去的程度吗？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要去找他？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或许是有契机吧。啊？总之，见到他的理由不管怎么样都好，只是现在我有种非得去见他的感觉，所以我必须过去。我知道了，路上小心。你家离这里很远吧？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没关系，我一个人也能回去，是吗？那么路上小心。
等一下，哦，你很烦哎，亲一下。哦，没有，下次再见面的时候，要不要一起喝个酒？好啦，用这个取代那个也好。当然，我期待哦。哦，我以为是我的手机在震动。嘿，我的车看起来还不错哎。啊，是雪莉打来的。又这样打电话给我们，深夜里有什么事呢？他明天还会再打来吧？不行，我现在不去不行。这是医院吗？看起来没在经营的样子，是废墟？为什么还要在这种诡异的地方？进去里面吧。好啦，当做一个段落，好不好？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下次我们再开始探索医院。好，我们稍微进去看一下好了。按摩椅，哦，轮椅，哈有血耶。他要探索的地方越来越大。麻烦哦。哎呀，有人吐哎。吐的什么东西？如同那个时候，只有坐在椅子上固守的床，只是床已经谁也不在了。好啦，今天就到这边，真心不骗。刚刚是不是椅子上面有什么？对啊，我也看到椅子上面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Y 哥，寻找 Y 哥的医院之旅。Yep， 一样是星期日。
希望下个礼拜我们不要一直受到断线攻击。我要去吃饭饭了，呵，先把饭吃完。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啦，那就大家晚安喽。